天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了，在屏东市有民众机骑士，他在骑车经过台24线三 D 门乡的路段的时候，竟然是遇到了有骑士，不仅是盲弯超车，甚至还连超了好几辆，这画面真的是相当危险。影片捧网之后，也引发了网友直呼说非常夸张。警方表示了说没有靠右行驶，沿路超车的行为，最重是可以开罚3600元。